Where will we go? Who will we be? What will we do? Who will we see? It sure will be fun. That much we know. Go, go, kitties, let's go. Go, kitty, kitties, let's go. 安静时刻。Kit， 今天想玩什么？去盒子里看看吧。Kit， 你看，是大喇叭和鼓，还有乐队帽。我们可以组乐队演奏音乐，听起来很棒。走吧，喵咪们 ，Let's go！ Kit 和 Cat 跳出魔法盒，一路前往这一带最亲切的城镇——亲切镇。亲切的人都在哪里呢？可能在屋子里。你看，是图书馆。我敢说，里面一定有人想听我们演奏。哦，音乐家，我爱音乐，亲切镇的人们都很爱。太棒了！嘘，请你们离开。他明明说他爱音乐。不爱我们的吧？嘿、hey, ，我们去警察局试试。哇哦，是乐队耶！我超爱乐队的。耶！这里是警察局，有人偷了你什么？五彩纸跟沙滩球？什么？什么？哎，你们两个快停止，请你们离开，马上！他也不喜欢我们的音乐。会不会是我们不够大声？我们去幼儿园怎么样？午睡时间好安静。哦，真是惊喜，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音乐呢。太好了！哦、小朋友，安静！哎呦，哦、拜托安静，拜托！我们出去吧，我耳朵快聋了。亲切镇上的人全都讨厌我们的音乐，我看这里应该叫生气镇才对。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怎么啦，小猫咪？我们想组乐队演奏音乐，可是没有人想听。是吗？怎么会这么想？图书馆员工说他爱音乐，但当我们演奏时他却要我们走。警察叔叔也说他爱音乐，但当我们演奏时他却要我们停。幼儿园小朋友很喜欢音乐，但当我们演奏时他们却都哭了。看吧，他们讨厌听我们演奏。图书馆里面的人在图书馆做什么？看书。警察呢？在讲电话。那小朋友呢？睡觉。那么你们在看书或讲电话或睡觉的时候喜欢吵闹吗？不喜欢。 Kate，他们要我们别演奏，说不定是因为他们需要安静。对，他们并不是讨厌我们的音乐。哦，这下我懂了。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是不应该吵闹的，但有一些地方是没关系的。谢谢妈咪。嘿，你怎么知道？Kit， 我们再重来一遍。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先问能不能演奏。我懂了，我们回去喽。Kit 和 Cat 重新组乐队，并再次来到亲切镇。这次他们不是想演奏就演奏，而是先问清楚什么时候适合演奏给大家听。我爱音乐，可是图书馆要保持安静。了解。镇中心有个舞台非常适合演奏。等图书馆打烊，你会来听我们演奏吗？非常乐意。你好，我们想邀请你下班后来听音乐会，在镇上的舞台。我一定的。这里是警察局，有人偷了你的意大利肉丸面？别担心，东西好好的在这里，还热腾腾的呢。我们会在镇上的舞台演奏，带小朋友来听音乐。喵喵喵！ Kit 和 Cat 终于找到最适合演奏音乐的场地，在适合的地方、适合的时间演奏音乐，就能跟大家玩得很开心。